Hello， 大家好，轩劳，欢迎来到雀魂的世界，在日本麻将里，我就是小兄弟阿轩。今天来继续我的雀魂段位赛，目前我现在四人麻，目前是雀士一星，然后差52就升到二星。那目前胡过最大的牌就是混银色小三元背满，好，来场段位赛吧。啊，段位赛之前现在那个好了，刚刚的奖励，刚活动有送三张卷轴，然后他可以来抽人，我现在抽抽看好了。特定角色爱音，这些是他的角色装扮，好，抽抽看。来吧，说看什么东西？哎呦，这什么东西？简装同人志是啥小？好了，抽看樱花之路，我要抽角色了。开，精美化妆是什么？挂画啊，没什么用。抽，哇，公仔熊是啥小？哇，魔啊！真悲伤，这都抽一些什么怪异的东西？好啦，开一下符，哎，还是公仔熊。看，还有掌上机。好啦好啦，没了，真的太悲伤了。好，来继续段位，四人东就是四个人打一圈，然后四人南就是四个人打两圈，然后还有三人。我还是习惯麻将打四人的比较好玩。好，开始对局已就绪 ，Go！ 啊，想要慢慢存，看看有没有新角色可以玩。来吧，哎呦，帅哥哎，抽着烟的帅哥，还有一只鸟哎，他是在学斯温吗？帅哦。看一下，来牌背满，他的运势我最近感觉有点差，哎、欸，好给我了，哦，这个牌勉勉强强啦，看就是断要求的牌啦，没什么大牌可以做的，去头去尾，然后断腰，魂的启迪者。然后我的封号是万象更新，因为他们两个是没有封号的。一桶不吃啊，258万真的是初心者三星，初心者三星，初心者三星，没有，这手都是初心者三星，调258 258 368。好，感觉就是七对子吗？10000，有两个一牌，能用尽量用。5桶，4桶剩两个，7条，哎呀，真不错。7条，那就要猜对子了。对子太多了，本来想走对子牌，但是6、7、8已经凑齐了，那就不要走对子了。猜吧，猜对子。二筒早来的话，我就拼对子牌，拼7对子。我打掉就算了。3筒、5筒。8条，哎呀，真的是对子牌。好了，试试看，这是什么意思？就是摸到这三张我就听牌了。3桶没有，啊，拼7对子哦，差一步。哇，北红一张，3桶2张，好。摸到6条、7条跟北风，就听牌。
断腰七对子，哇，三万。断腰七对子，然后五万一番。啊，七对子，断腰不能，哇，这么快，不能留北风。断腰九，哇，两。哇，两家都立直了，三六八万一头五条，哎呀，啊啊！我留北风，我就真的刚刚就停牌了。我刚刚干嘛打？干嘛留一头？九万，服了，立直平虎三番。还要真悲伤，我们的斯温竟然就这样输了，哎呦，不错，前场牌是酒桶，然后我有东方特快车中发白中碰一个打二万，然后撕一个打一桶三桶，哎呀，还是三桶，好吧。其实结论是一样的，红中当眼。二万不起，一万，四五六五六七，哇，也不行，没有眼。啊，酒桶，好啦，看在他三悬赏牌的份上，酒桶一个，红中嘞，红中嘞，红中铁来碰，八万，好，有进，如果红中跟人家卡死的话。断腰是没机会了，两个红中，三桶、二桶、九桶，嗯，九条、八条、三万、四桶、七桶都不要，中路的他都不要，难道他要条子吗？三桶、四万、七桶、一条。他是走条子牌吗？然后下家走什么路呢？中间桶，五桶，七条，好啦，拼的啦，碰也没机会，还不如干脆就立直。哦，立直一发，毛没有平胡，王宝牌三番，哈哈，7700点也是蛮赚的，好，不错不错，第一名，再来，轮到，哎呦，起手四个队，悬赏牌二万。我是东，所以碰这些也没用啊。一万啊，屁啦！什么不好丢，丢到一万去。两张一万，如果拿在手上，就可以拼七对子。全部碰出来，然后做混一色嘛。再摸到一个条子就做混一色，哇，屁啦！碰一个打一个，碰一个打一个。条子条子或发财，摸到条子或风就做混色。左边四张全部打掉。Hello Hello， 有，好，上天都要我做混色了。
跟你拼了。好，我们的帅哥生气了，三条碰一个红中啊！哇，火拉鸡，阿吉三张没了。哎呦，混银色之外，第二个选择是七对子。七对子，好啊，七对子啊，七对子比较保险。我怕碰碰胡混银色抽不出来。三条，五桶，发财。我怕这些大子，我跟人家卡死。哎呀，啊，气死我！啊，那就五桶吧。好，还是可以拼。两个方向，毁一色还是要七对子。他是讲国语吗？好啦，跟你拼了。下家做回射，跟我一样。二条没了，七条，三条。四条，哎呀，感谢感谢。真是个好人。好。来个七条我就听发财啊。或者是来个二三条，哇，白板。觉得发财 有人要，没有吗？没有人要。六条，二条，白板，八筒。下家一样，哎，完美。那我就来吧。刚刚有人打过一张白板，没有人要，单调白板。混银色，单调白板，只要有人摸白板，一定丢。要听就要听阴险一点的。例子，哇，这么早的例子？哎呀，屁啦！我、哦、还有不是混银色，我中一台，好了，两番，最低第二消费。嗯，可惜可惜，混银色被他那个臭狐弄掉。嗯，六条，非常白七条，万四三万，这牌这样就，这牌也没什么。哎呦，可恶，我本来想说断幺九，哎，北风是我的E牌。可以碰北风也可以，碰北风有一台。如果要碰北风，干脆要不要来啊？本来想做混银色的，碰一个打一万三十，哎，好啦，不用指望了，老实一点吧，碰一个北风打八万听牌好了。牌进的这么顺，也不用猜。嗯，可以，可以，可以。这种变化型也是不错，多了一个七筒 的选择。例子，哎呀，又这么早例子了。配我的牌也不错，说。北风，北风，北风！哎、欸，哇，力值一发，力值一发，好来，力拍来，我、哦、有痛哦，跳满！哎呀，一三名瞬间换人，好，中四局啊，刚刚的牌不错的说。
啊，这牌超适合打纯妖，纯拳带妖的，啊，混拳带妖了，30000，先不要好了，混拳带妖789一个一桶，然后30000，30000如果刚吃的话，5679，感觉栗子好像也可以听牌哦。哎呦，不错不错不错，有搞头有搞头，想看怎么打。1 2 3 5 6 5 6 7，哇，纯拳混拳带好像都不行。哎呀，九万的话，好，6 7，好像打错了。如果要以例子来说的话，应该打一桶。5 6 7万在手上比较多，有机会的。九万碰没有一牌，不行。哇，不应该打6万，打6万平胡很难平，应该打一桶。纯拳带妖好像也，纯拳带妖好像也凑不起。不好不好，碰也碰不出来，碰了就没有意义了。六桶，哎呀，栗子，好，栗子，你都让我栗子，我能不栗子吗？来吧，19000各一张，基本上就是没什么机会了。宝牌这边一个，90000那边一个。最后，如果我直击到我的上家，有可能会逆转哦。栗子，然后悬赏牌2嘛，好，再看礼宝牌是什么。直击到我的上家的话，我就有可能就是第一名。来吧，打10000或90000吧。哎呀，芝麻，我们芝麻，但是超小的牌，芝麻。哎，太小了，4000点。哎呦，400。小小400还是赢的，不错不错。哇，35，哇 ，shit， 差17，可恶，没算好，好吧，只能再一场。哇，差17，可惜，赢的不够多。刚刚小小赢了400点。四局结束，一位不足30000点的话，会进入南风。吃饱牌，吃饭。好，再一局，只要有赢的，就可以上 屁虎老仙。不错。哎，怎么又是他？又是刚刚那帅哥？哎呀，跟你打声招呼吧。就是这帅哥，加油！拿下第一名就确实二星了。6桶，想这么久。他们打牌速度也太慢了吧！一条一条，如果刚吃的话不行。啊，断幺九，
这张牌又是荔枝，荔枝的牌。哎呀，真的是国语，真的，这帅哥真的是讲国语。西风，北风，树，我的树有96，树就是胡牌几率，一百局里面的胡牌率。你说你爸爸胡牌率超高，攻守运都不错，37，感觉好像不是很 OK。哇，房是零是怎么回事？打太少了，初心者一。你呢？哇，零。啊，该不会是新手吧？一场都没打过。酒桶。啊，他们打得也太慢了吧！屁股老先。60000。啊，这牌超难进的，超级不搭嘎。发财。456456，三色同顺。77000，4铜，2铜。哎，不吃不吃，还是一样摸张7条。哇，这是国语还是日文啊？杠。白板没什么用，杠会多一翻一张全场牌。17000，好啦。56677，哇，这么快就立直了，我的还在凑哎。西北东7条，1条60000，没打过筒子，那就假设它是听筒子好了。3铜，我的筒子也少了，所以哇，对家全部打万子，打了7张万子。哇，筒子，难道是58铜？不是，哎，30条可以，那就，哇，这怎么猜？才16万啊！猜万子，万子安全，猜16万，不错不错。1、2、3、5、6、7、8，然后25铜，8条，摸到25铜58条，打1铜，立直平虎啊，不行，不能吃，还好没吃，吃了也没有意义了。他到底听什么呢？456万是哪招？36铜，哎呀，有机会，有二哟，跟你拼了，我也立直。好，我只有立直，什么都没有，平胡也没，什么都没。25铜，剩各3张。哇，他感觉是36铜，是不是36铜？想看是不是36铜。36桶几率也不大，4桶断，有啊，找例子也没用，还是能唬你。好啦，最低消费再多一点点。好，小赢了1000点。这个牌不错，哎呦。有东方特快车，就是红中。红中在行家里就是，在胜负师里就叫东方特快车。碰一个忙就赶快可以胡牌，吃。我就赌红中，没有人跟我对死。2、3、4、2、3、4、2、3、4。
但是我红豆跟他对死，我就没有意了。南风，风阿七，好吧。哇，真红中嘞，红中来拿出来，红中在哪里？好、哦，纯拳带腰也是没机会啊，混拳带腰了。哇，没有红中，我这套牌真的就没有意义。八，啊呵，尴尬尴尬，过六轮还没有红中，哇，这个下家只打条子跟风，只打条子跟风，然后碰了一个南风。那白云就是混音色了嘛，应该是混音色，筒子的混音色。哇，那我红中真的跟他对死了吗？筒子，哎、欸，你啊，哎、欸，有了，真是千呼万唤始出来。三条有四张，你爸爸就不信摸不到。四张哎、欸，三条，一样最低消费大概1300吧，一翻30幅，因为我是听卡张嘛，一翻大概30幅吧，最低消费。反正，哎呦，哎呦，拿冰棒，而且还是讲中文。嗯，下家果然是混色。有，哈哈，还是能唬你的，但是只有1300。哎、欸，我还保牌，贵一点2000块。哎、欸，不错。小小不会胡到30000块去了，嗯，都是一些烂牌，没什么用的牌。35断腰吧，断腰就是把这些阿吉腰哇。南风其实刚刚应该留的，刚刚真的打太随便了，因为选手牌是南风，然后我自己又是南风那个厂牌。嗯，阿基有发 OK 啦，碰一个打酒桶，碰两个打一桶。碰东风，那我要屁虎老仙，满贯是他最大的牌。小唐俊，好啦，看在跟你这么有缘的份上，连打两场，加你好友好了。南风。八条，又立直了这么快，嗯，碰出来的意思就是要赌，哎呀，啊，东西都碰，
条子筒子打光光，那不就是什么啊？上碰下之摸，这句话真的不错。两分，好啦，2000块六三个人分啊，最低消费。哇，东风橘，第一次看到差距这么小的，打了三场，大家的台阶都差不多。想想看，没有意义啊，断腰是不可能的，断腰不行，顺也不行，断腰不行，顺也不行，不能吃，完全要靠自己摸，哎，太多洞。刘菊满贯，西风，自己的舍张全部是幺九牌，而且没有被其他家吃碰杠的荒牌下刘菊啊，刘菊满贯有没有机会啊？总感觉他有机会。哇，一二三四五，撑不过五回合。没有意呀、啊，真麻烦。四筒七筒，现在不能吃。哎呦，真是有抱怨有差，不错不错。一进听，24万跟七筒，我是会炒的，还只有糖吃，赶快。再摸一个卡张就停牌了，哇！阿基，好，阿基打掉，一进停的牌，然后赶快胡掉，我就是第一名了。现在是298，我298连名，我最多五桶啊，留五桶会慢一步。哇，下家吃了两副，一二三七七打掉，因为感觉二万两张没了吗？四万一张，六万还没有，七筒还没有，哎呀，是不是？上天都要我自摸了。来吧，芝麻，七筒四张，哎，七筒四张，碰，来，只要胡了就是第一名，自摸，别人放枪都行，快，剩21张了，我快没机会了，打个七筒，让我升到2星吧，来吧，吼。来吧，帅哥！七筒，剩16张，还有4张摸牌的机会。筒子好深哦，大家筒子都一堆，是不是？哇，剩12张，到尾局了，哇，还在碰。到尾局的筒子帅过，哇，3桶，哎呀，哎呀，2万，剩8张，这是机会真的越来越渺茫。来哦，来哦，剩7张，剩6张，7桶，哇，没有了，啊，还是没指望了。筒子大家都抓死，刘局。我们三个没听牌，如果我们三个没听牌的话，我可以拿3000点。
听牌留局。哇，没有啊，请说啊。听牌留局。河底，河底。啊，没有。哇，他也听了，他听三筒。好。留局。好，第一名，不错，加32。三，却是二星。哎呀，少四百点，好，不错，现在得到却是二星，然后段位是初心者，却是却解却豪却胜啊，却胜以上，目前在却是二星。好，那今天的影片到这边，我是轩老，感谢大家收看，下次有缘再见，拜拜。